就初始布置部队。那初始布置部队之后，你可以看左下角这里。OK， 那基本上它有符号嘛，像是这个毛利的这个特殊部队是在这边。开始打完这边，这是劳力特殊部队。接着，后面，这是这边用的洗手台队。这不是，这个是这个，看图说故事，有没有方块对方块，三角形的摆这边，然后其他就看图说故事，就是方块对方块，有没有金色方块对方块这些。所以那也是毛利，只是他从那边出去。对，毛利他一开始初始设置就在这边，那一开始这边就是，那这个加二则是，这游戏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抽木块，就是到时候加二就是随机抽，随机抽，这也是增加有趣性。那一般基本上就是基本上你不能说这加二抽完就要摆这边，不能说签这里不行，我想改摆这边。反正你说这里抽两块摆这边不能，对，这是机会啦。你就说你要摆哪边，就是要摆哪边就对了。OK， 那像是你看这有六个嘛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是六次。这里把同一个摆一起啊，这样比较俄语，然后。而这是宇许多，宇许多秀家，劳力辉元，石田三成，这是那个，小早川，小早川哦，对，小早川秀秀，中高年级啊，小早川秀秀是历史上背叛那一家，就是因为他背叛岛才导致这样。接着就是这六只在这边，然后你就这样子立着，这是初始设置，然后再来。这没有，这在这你就看图说故事。这几个都固定的吗？对，固定的。这几只就是初始固定，就是这样摆，就是这几只就这样。它大概是三分之二固定，大约三分之二固定，剩下三分之一是随机。对，所以会有点初始会有点小变化，并不是说完全固定的。这里就是五只，这是上三角形。我忘记了，火象攻击是战斗效果都是加二，对，那骑兵也是加二，对，那就只能骑兵对骑兵，火枪对火枪，就是攻击对方的火枪，不是，就是说你战力算战力的时候，就是只算火枪，或是只算骑兵，就是你打特殊攻击，你出骑兵就是只能算骑兵，不能连火枪一起算，不那么强。OK， 好，再来，那基本上。基本上就那个四田方就已经摆好了。OK， 那接着等到德川方，德川方就是，就是一样看星号说故事，像这个带星，这是星星嘛，这是比较锦衣赤背队，这比较特别。对，江武士嘛，我都不是看。他是唯一的四点战力的部队，唯一其他都是三，但是他不会跟其他的。部队做联动，他就是一支四战力部队这样。他跟日本官没关系，他只是三个星。待会再决定。再来，这是方块德川的那个江户。所以同一个部队才有加成动的作用。那特殊攻击就是火枪对火枪，骑兵对骑兵。所以十点三成的那个代表是，就他就本身就一点战力，没有任何加成。他死了、這個，他还有部队吗？没有，就他一支，没有。他就只有他一支。那我懂。他就本身就是一支。然后如果他死了，就是德川。对啊。其他的就是需要用特定的卡牌来驱动的。加位对加位，那对，只有石田跟那个这里的锦衣是任何牌都可以叫到。那忠诚检定一样，是你展示任何一张就过了。然后这个，这个就是前田，前田家，前田家在这里。对，这个是伊达在这里，他伊达正宗。对，一打正中在这里，他是没有，他是从那边米折成过来的。
啊，几反正几样你拿。是你知道，好像不是我知道，我记得好像是，有点忘了。那不是他摆正，他是摆正。管真田嘛，对。对，这是真田，然后这是丰臣。OK， 那这是初始设置，然后接着他就决定你要决定你要扮演什么。都摆好了就这样了。哦，那我就是德川，那你就是那个石田，那你就先洗牌，然后再来，接着就开始随机抽牌，随机抽部队摆上去。所以工程战只要大于七就会把对方打掉。大于七把对方每七个就是打掉一只。嗯。所以守方不完全不会出出。守方不能出牌，守方就是。攻方单方面的出牌，那怎样才会发动攻城战？就是如果对方推到城一手，推到城一手，你就会围城，围城下回合你就随时可以发动攻城战。围城就是站到那个据点那边。啊。那特殊的毛利要怎么交出来？特殊毛利就是轮到你行动，就是轮到你移动阶段，你七张牌就可以交一支。好，刚刚我忘记讲，跟那普通的叫人一样，是一样。好，刚刚我忘记讲，补充一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只叫一只，你可以把它叫到任何一个的这个圣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如果是，比如说你要叫很多只，你要一个同，要同一个家，然后也只能生在这个对应的家徽的。那叫这一只很简单，就七牌叫一只，就不用对应的。我知道。那如果你要全叫出来，就是叫弃武招。那请记得啊，毛利会员是一定是最后叫，就是他没把部队摆上，但是就是你大白有野心，就是有那种部队在，所以这游戏剩一条线，就把大白打下来，反而没遇到。那抽五张，基本上一开始是抽五张。那这游戏哦，还有一个就是说。谁控制城堡比较多，谁多抽一张；谁控制资源比较多，谁就多抽一个部队。如果控制资源点都一样，大家都多抽一支部队。那抽部队的数量看这边，哦，这边上面。好，接着那个好，那我先示范开始。接着他这边加的就是只随机抽，比如说我这个增援区加是就是随机抽。这有游戏有个。我觉得好不好蛮有趣，就是抽的。跟时间线有一点像那样的。就是抽的。第一回合不是没有抽。没有没有，是初始设置。没有没有，它就是人数是一到八。哦，那一到八为什么只有六中票？对啊，就六个。哦。六到停的。对啊。好，接着这里有一只加一，我抽一只。好，攻坚城有一个加一，我抽一只。再来，我看一下，这里有加一抽一只。对，它就是河量收益嘛，它的随机抽。所以基本上就是四只。这里有一只香根城，有一只抽一个加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这里有加一抽一只。哦，没关系，就拿六六五票，不要看真相，这难度没有高。然后再来，这也加了抽一次。数值谁最大？哇，就这么简单，哪一个最大？对，一个最大，一个最小。这也加了，抽两张。大跟小，大小。例如你认为一号是最大，六号是最小。然后很多牺牲，当你同时猜中，这里加二，这里就是六只，一只，这里一只，那该我吗？四只，然后你这里好像是加二，对，加二，请抽两只。你那一开始大板就一堵墙在那里，就摆上去。他都猜中了，哦，这里加二，对，抽两只，猜中了，抽一张，最大最小。那如果猜对，就是过然后最后是七了，开始。哦，这里齐步成两只。一号。莫洗干净。啊，再加三只，上田城三只。
以前我遇到一个说老师，我随机说，老师喜欢的小朋友喜欢，小朋友喜欢的老师就是不喜欢。没错啊，所以我说，我刚说的，所以要选那个老师。那这就是随机啊，对啊，刚好这可玩性。就看到如果三只都是不同的、啊，如果抽到毛利的是啊，一样摆啊，摆啊，这样子摆啊。其实老师教我抢，然后这里加一只，但是这个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就是变成这样加。我上次教你杀我女生，有的女生都快哭了，他们说脚断了。所以不同的部队战力是分贝出来算。就分开算啊，就是德川算德川的嘛，前田算前田。比如说你出一个德川三嘛，就是三，再出个前田三就是三，三加三加六。哦哦，对，只有同家会才会外加一。那火枪是联动火枪，骑兵就是联动骑兵。然后出一个火枪是二，然后再出一个火枪是，就是二加二是四嘛，就是六。之前是二嘛，再出一个火枪就是，那就没了。这个二再加一个二就是四，四再加之前那个就是六。哦。就特地要他来选，因为有时候东西。那接着来，那就开始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四个而已。所以就开一堵墙在这里。啊，这两次。那感觉被黑色包围了。两个好像也可以。好，没有。OK， 好，那就开始了。那一开始就是叫价。抽五张。但是，来，只是画画完成。然后请出一张证据。画上最后一个完成这幅画的多少分？就是、然后先竞标嘛，先竞标，随便。它的分数是写在哪里？好，那我决定我先。那六组都就是，但是如果这张画毁了，那扣六分，对方得分。你要是压上面重复的，不是你压就是随便。好，我决定召集，就是超过这个色彩。对啊，超过了，因为这是压一张而已。他的需求是四张，一律。他的需求是四一一四二完成这幅画。那手牌是？这有时候有时候也是有吓人的，就说哦一堆木块好像很吓人哦，其实都没牌。征兵一次是看上面的那个加号。压或者是放手牌。对。那两种，第一个叫一只完成的随便放，所以有配故意。第二个叫一整个加的。根据他家会所在地点，就这两张到最后一张，对，补两张，补两张。因为我的是要叫的话，一对没抽到，抽四只吧，对，抽四只。你不能是补两张，对，摆错，这应该是在这里，大白是这里，它有三角形，摆错。请到起身，抽纸设置就要随机抽四只。四只不用给我吧，不用。你都把那这一只，其实你。人家知道你这几期你摆出来，三张牌就结束了。对啊，那有一对三张牌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好玩。而且因为他的规则叫一定是先叫三的，所以其实这个直接展示给他看是没什么差。那台面上放几张？什么意思？毛利一定要最后才增叫？对，没有。毛利意思是说你在你移动阶段你可以弃一张把它叫进来，那叫一定是先从这三张的先叫，他一定是最后叫。那。你要直立起来也可以，其实基本上人家都知道你这一堆什么东西了。我跟你一对，就是直立起来。因为人家就知道你这是什么东西。对，然后三个人都不想补他，那你刚做什么？这不做，还没做，没做，还没做。而且这个二年级的，绝对是可以接受，而且我看起来很可爱。对，你给我一份。你们这边有吗？好，那请记得，就是每个回一开始会弃一半的牌，向下取折，向下。比如说五张就是弃两张，来重抽五张。哇，那叫出来并不是要对应在他的这个位。如果是叫一只不用对应，你要叫一整个家就是要对应。对啊，我找不到这个对应的。啊，跟你讲好了，你的三个真言，看到对。你除了一个增援点是他之外，其他增援点全部都在那边升。对，那我的比较平均，我的是这里，可以给你看。好，我的是中间两个前线一个，后方有一个，我的是比较平均。还有五种不同。好，那就这里了。我干一堵墙啊！然后就一堵墙。大小、颜色，一直到一个，有没有爆米花？你可以喷三个三点，这样我怕会打。那。没关系，那就换我。就开始，就是大家自由去往这边。你可以拿。好，接着我第二回合，我
七张，或者是你要拿召集一次，并且做做两道，拿完全一样，拿不一样？不是不是，拿完全一样跟或者是拿只差一个等级，所以可以先召集再移动，可以顺序任意，但是请记得，刚刚不能搞混。哦，这个有戴眼镜差一个，等一下哈。这两只、哦、但是请记得一件事，刚召集来的部队不能动。但是这就不行，这两个等级。哦，好记一下。对，刚召集部队。哦，怎么知道的？不能动。就是一直。还有就是，他召集部队不能放在已经有那个，就是单纯敌方的地区，但是他可以拿来做阵，比如说这场，比如说你一动过来就会发生战斗嘛，你可以把他叫进来。那现这可以做。对，就看对方。对，看对方。那后面完全拿，后面没有，会没有就喊停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我可以动两只，没有动两个地点。然后先喊停的人，而且他没有错就加一个，额外加一个。先喊停的加四只基本一，然后这是他的守护再加一，然后我应该会走一级道路啊，再加一，所以基本是三，一加一加三，我不强证据。那他如果接哦，那这资源点只要是经过就可以就算了。接完再放去吗？不行，就是比方说我刚才看到那个，哎、欸，就是那个这张就对嘛。对，然后再放下。还有还可以再动一个。拿的时候外翻错，把它放回来吗？对，摸还有什么摸牌？摸牌两只了，要不要去打一个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你不能退两三张啊，对不对？小朋友玩那边可以吗？对啊，可以，欢乐游戏。这两只动了这个。好，换你，我动完了，我动没有，我只动一个地点了，所以我还可以再动一个地点。我都上两节课。你要两节。我通常都是讲一节，玩一，就是讲一节，然后让他们体验，然后第二节让他们。我看一下。那我希望我是有点走到大概他的时间起码要20分钟，15到20分钟，这个我玩。然后去死。好，就这样，我只动一个地点。嗯，这个，好，现在是没有，现在是下半场，刚动了，知道，现在换你。要打车，拿车没有，是哦。你看亚老师大，我闪灵的时候就跟他们带，没有吧？然后大概四个，没有，我是说我准备要，我个人觉得闪灵不适合一个，所以我一动完第一回合就结束，就是会有一些爆强。对，就是一动一动，如果有战斗就是战斗，就分上下半场，就这两动。会有，那蛮快的，不会有那么久。没有，到后面是会，因为一开始是手牌少，会觉得很快，但是你玩到后面就知道。哦，其实是有机会玩到2到3小时。所以我这里就一定是这里是首都的话，没有，那只是个大阪。丰臣秀你的首都是这里。你的手都是球面，京都，好、大阪，它那是大阪。六人接到六，然后接着你要怎么动？最高四，换是什么意思？不是随便。大家看哦，那是人，那是大臣，是。好，那那右下角有一个方形，那是指那那个。嗯？右下右下那个方形不用理它，那个是初始设置你摆的地方。初始设置完，请不用理右下角、那個。所以有一个旗子的那个，就代表是大名啊，可以领导力加一。对，但其实基本上你不用给我看，因为你基本上是你的城堡就是这里，说是你颜色城堡，基本上是加一。领导一加一，然后基本是二。对，然后如果你到走一级道路再加一是三，所以再加三。对，然后接着根据你动几块，就再扣几步，就这样。你动五块就是扣一步。一二三四四块，所以可以动三步。看，我看你怎么动。一个道路只能走走那一个。就是当每一个人就是该你的时候，然后呢？但是挤满四个不能走。哎，他不是一级道路不能走。这不是一级道，要走一级道路。对，就通通全部全部都走一级道路才会再加一。他不是一级道。那如果不走这个，就是就停在这边，这不能走。你因为你他这不能走，你就停住，要不然就走了这边，要不然就走了这边。我想看到。那他就对，他而且请记得走过一次道不能走，不能再走。那如果有一个调皮，怎么走也是学问。但是反对用掉就用掉，
好，七张。你可能都是两个板凳。你要做，你要动三关，动两个召集一次。我移动两，马上就结算就沒两个据点的兵，然后召集一次。好 ，OK， 请用。然后加什么？据点。然后首先你要动哪一个？这怎么加？就看这边就是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六个都是你的大神。然后我使用强行军，好，七张牌强行军，所以这有三点的话，四三，看你怎么动了、啊，对、啊、基本领导，基本这里领导力加一，一级都走一级到了加一，那你先强行军再加加就是四步，八分，嗯，十三分，然后十五分，然后最后这个。可以打哦，所以你刚动几只？动这四只嘛？对。那你还有其他的？它是同一个据点，但是请记得这都是路会中。对，这个加起来嘛，那这一点还要动第二据点。国王的时候拿投票，然后但是不能挤到五个。就每一层不能挤到五个，还是有第四层。有一点少。一层不能挤到五个。先聚集，先召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没召集可以召集，就一块嘛，一块你就看你随便要丢哪个。召集可以召集这边吗？要请气牌，这要请气牌。对，气是才能叫一次，那个是普通的。哦，那个其实你那个气牌不用召集，那气牌是特殊的，请到你在你的移动点，你随时可以气牌把它叫进来。那你的召集是加这里，加那个分数。像我加那个小孩子，要买就是。那你也可以短召集，就随便丢一个生兵点。OK。好，接着你还有个地点可以动，除了大本之外，其他还有个地点自选。好，请记得这个道路不能走，这道路过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知道你就是够直观的话，那这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，就这没有，刚叫进来的不能动，大家刚叫进来不能动，对，看你的这个一个要收这几个，没关系，我他的其实投票。想保存战力，跟他会有一个。我想知道那是很近的基本移动力一嘛，那一就两步。就两步，对。然后这支援点是你。因为如果知道是一二零，因为基本上这边买基本一这有加嘛？没有，这原本起始的就是你城堡嘛，基本一再加就是两步了，对，没错，两步啊。OK， 那就结束了。那这那有点危险，不对，应该有这个。好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可以。那就这里战斗，我选择退守城堡。我退守，所以就是围城，要等下回。那城堡还是我。OK， 好，那第一回合就结束，那就换第二回合。那第二回合好，一开始请先弃牌，弃败。我要弃一张，就是让我多选，好不好？然后接着，因为我的，你五张我六张，因为一开始城堡我比较多，所以我抽六张。如果骰子，总共九个城堡，初始设置你是四个，中间的四个，我的是五个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，所以也是得双，所以我抽六张，你抽五张。然后接着我们控制支援点是二对二都一样，所以这回合是两只嘛，我们各抽三只。哦，好，抽三只，因为我们支援点一样，二对二，二对二一样，所以都各都抽一只。所以我抽到毛利的要放这边，没有，都抽在这里，这是特殊的，不用理他，抽这里放这里，不用给我看，对，欢乐，对，然后那他们觉得说，现在到底进攻到中牌了，太远了，我要围城怎么宣告围城的攻城？就是战斗阶段，战斗阶段你可以宣告攻城，对，你也可以在移动阶段加兵，也可以，对，然后接着。来，竞标，竞标，怪兽出牌了。这算的话就可以，基本上这游戏没有骰子，你可以出几个战役士其实是可以算得出来。然后怎么样获胜？六张，六张，二三四五六。就可以。你把它当做大城的房地产，好，这两张，这是你要的目标，盖出这四栋对。
驾驶员都喜欢这个。那七十排就是这样。对。每个要分开吧。在桌上。就这样一样，一个排就是像我们的排。OK， 我先动。哦，那一个人要放在台面上。不，一个自己个人是这样。那中间像黄宇哲爸这样。他是对这个上面。统一。对自己的建筑。但是别人也有，例如七张蓝卡是所有的，我你一踩到一，我也踩到一。绿卡是自己，但是自己当然是有比较多钱，你还或者是比较多几率。那他手边的这两张，就只有他只有我叫一只动两步。那他什么时候会增加骰子的功能？对，当你骰的时候，做完了就开始拿钱，对不对？拿钱或自己用，拿到钱之后呢，你可以做买卡，买这些卡，买中间的卡，对，买中间卡，或者是开启这个市场功能，例如这边闪一到两个自由，这不用给你看，我只叫一次。什么叫开启？就是假设我这张我有要花钱吗？对，花四块把它完成。哦，就是这个就是用钱去完成，对对，一旦完成也是你的手，对，这是你的房子。好 ，OK。然后他什么？基本我的城堡哦，这加基本一步两步。然后他只有放直接踩你，发到手牌功能死掉。没有永久，这是你的房子，把它盖起来。所以他就可以永久使用。哦，这个动完第二颗。一波二颗骰子。对，永久对。那比方说他用两颗骰子，那一个知道一个知道。前进。没有加起来就是总的。从这边打过来。哦，是加起来，所以他每次只有一个。好，对。接着，一个动作，发生战斗，这个我不要发生，这个我就继续待里面。这个我要发生，请问你要退守城内吗？我过去几只啊？时间的嘛，我就是听一下，我大概知道说，我就知道说不退守。我喜欢。看你是要退到城内哭，还是要演？这个好。野战没办法，因为还是退到城内哭。我知道。我们当老师就是希望野战。就是这个东西，内裤有什么？就是拖而已啊。乐在其中。好，拖。你这样讲。然后好，就围城。不是自己在玩。那城堡还是我，还是你的？我们还没打架，只是你退守城内而已，就跟这情况一样。对，这个就是很简单。好，那有一点资源。我结束了，换你。还四个人吗？对，但是就四个人。好 ，OK。大概知道吗？用脸的比较快。哦，对了。通常突破是可以踩，但是如果遇到有城堡地点，对方可以选择推到城堡，那就不能把你。所以我只能这一层移动一步，因为没有加成。对啊，就一步。啊，那么烂。所以你就说，为什么这个不是一级道呢？对，你会想为什么那是二级道不是一级道？我玩十天也是这样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不是一级道呢？哦，对，然后你可以发现他三个生命点都在这边，你就看他这边一直生病，生病一直没有。所以，我这里没有加成吗？这个？然后大阪呢？大阪是加一，加二。走一级道路再加一加三，然后如果每超过四个木块就会扣一。哦，对，然后除非你强行性请，所以可以。移动三步，对，如果都走一起，道路就是三步。听不到，听够一点，一个学习听够一点。如果你，对，如果他到这边不能走，因为他只能走到这边。他不是听不知道。两步。而且人无限。好吧。没有，他这也是一步。这是一步，一步，然后两步，三步，啊，四步。不能四步啊。它是刺激到的，所以一定要全部走啊！你顶多就只能走那边，然后支援给我的，对，然后攻这里就攻击。你刚刚是做什么动作？是动三步还是？哦，没有出牌，只动移动，移动一个据点。OK， 好，限制比较复杂。我弃牌移动一个据点啊。哦，那你要打城吗？对，打城那就。那就这样吧，我就看你表演。我好大，我不做旁白。其实我最好就是手牌小小的，然后很多人。对啊。这么。然后路远，但看路都一些。然后把一只叫出来。相对应的，记住工程站火炮跟骑马都不算的。三。然后呢？你还差四啊？
你要把它杀了两场。啊，不是换你了？没有啊，光程是攻方一直出牌，守方不出牌。那要攻到多少才会死？每七个这里，哦，他是每七点战力就会杀死对方一个。所以他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，就是单纯当废牌。哦，工程菜没那么好打，而且记得哦，其那个火枪跟骑兵是不能算进去的，就算打出来了。所以说你要想办法凑一般的七点战力。啊，工程菜没那么好打。好，那我可以现在可以选择，没有七百把这个教室教起来，告诉我。七一张交一个，不能先交对生兵点自己去做。Okay, 然后呢，还在七七一张就交一支。不要同一种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类型的交，我觉得比较好。就是一次带两三种，然后可以分组吧。有人牺牲，这是麻将战绩，因为这个形象像麻将。做正方形的会好一点。好，再交一支。好，结束。好，那就换。这个小哥应该，啊，一二三四，应该是同一个家族吧，不可能是不同家族。帮打打看。啊，就七一张。你要打完自己烧。这张也要。就在地上的你要自己烧。七一张。七一张叫一只，叫移动两个。对，没错。你得游戏。这游戏。哦，叫一只不给你看。就这去。几种通？很多种。然后。还要让你找，哎，这个好。这里，然后我可以动两个。那你对教育意义也动九百个。哦，好，这样，好，这个这样。好，来，给你看。知道了。领导，加一千多。所以我只能动，因为我超动超过六个，所以只能动。先出手，先一把，先一人。好。价钱我非常，只在电脑里面，应该也挺好的。原本是两波，但是动超过四个再扣一，所以只能动。不要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买值得。等你上三对子，好动完一个，血动第二，对啊，便宜他们不喜欢我。那个就继续守城，继续拖延时间。因为没，因为我不会一次买很多，但是我会慢慢去，不到，跟他有点像，对对对对。但是我比较喜欢精选，因为没找到什么，就这样，然后家里还要放，哎，小朋友不喜欢，好，换就换我，换我。首先第一个来。德川家康本人亲自出动，再来，他不用排啊，什么？不用排，因为如果你出动一般部队之前，你是先出动大名，他免费出，然后不受忠诚检定影响。但是如果你先出一般部队，你要再出大名就要出牌。接着，请要记得把它站立哦，因为它有规场。哇，这么好！一二三四，而且小朋友一二三四先加四，放狠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再加五，就是怕他们把刀弄丢。要回应吗？然后忠诚检定，不要忠诚，就是你可以出忠诚的牌，检定我这张刚出的部队。现在你出忠诚检定，就是检定这两个忠不忠诚。你就看那个挖角牌哦。没有，你不用看人家钱。好，那接着就换我们。八种动物了，蛮经常讲八种动物，就直接问他，这只是青蛙。要挖角吗？还是我信呢？挖角你要挖角吗？那你可以。没有。如果有算了，一二，因为火枪在攻城战不能算，所以他少一二三四加四，对吧？就刚好了。你可以打开来看。OK， 好，那接着。我不出牌的，不怕死，所以你总共要，你要死两只，但是城还是你的，那也不在这里，你要死两只，两只，然后请抽两张牌，如果你相信它是一只青蛙，我抽两张牌再抽两张，我有没有抽两张？就啊，因为你刚死那，工程战死那两只没死一个，就一个木块就抽一张，那不相信，然后接着还是围城，因为你还有一个就在尊点苍信嘛，还有一只在这边算是这样，然后那个。那么弱被包围了，干我不太想去救他。OK， 那我就去结束了。但是这城还是你的啦，还是你的城，还是你的，还差最后一只，换我。所以工程战就是这样啊，对，工程战不能出忠诚检定，所以刚刚其实不能问你们出忠诚检定，工程战不能出忠诚检定。然后第二个选择打城其实也不好打，对吧？你可以
你不想要开，你可以把它关开。火枪不能算，机关不能算。那应该要先讲相信或不相信吧，他才能自己判。所以你现在几张牌？相信或不相信？我刚出两张，对，我刚打出两张。那我看着我就说我，我当然知道什么。没有，先听他讲完，听他讲完。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，那你就把它打开来，然后说我看完了之后。有可能是虚张声势啊，差异，可能一堆木块，但是我没办法叫破的。第一个有可能是虚张声势，对，相信或不相信，对啊。一旦我进入相信不相信绝代，就是当我认为，我问你，你那个特别武士要需要徽章吗？对啊。特别，你说锦衣吗？任何一张牌就可以相中，四点三哦，对吧？给他猜中的话，没有猜中，所以基本上初始设置就到这，基本就是四。那我相信。是猜中是黄大，剩下六块钱就是猜我有没有对应的，可能是大额的大额。虚张声势。他说他是青蛙。对啊，你可以相信，也不相信啊。搞不好你私自可以打赢我这一堆。就是他说他是青蛙，他骗人，然后传出去的时候，对吧？继续讲他是青蛙，就说他骗你。玩家七张，哎，可以任意的。然后动三个还是动两个？叫你是故意换的。他说是青蛙，所以这样叫出来吗？可以哦。就是说，召集的话就是叫一只任意头。可是这是上回了，所以现在可以动了。对。刚叫的不行，那你上回那只三只可以动。然后获得八张，三张。收集四张一样动物的。我保留牌，然后召集一次嘛。那要不要就不要丢牌啊？因为你只是单纯召集一次。还是说你就不打仗一样动三步召集一次，但是就不打仗一样。所以就可以换牌嘛？什么换牌？再换。那个它是另外一个动作，你一开始就是选择要弃几张抽几张。那我就征兵一次啊。征兵一次，那你刚弃的牌可以拿回来。你刚有弃吗？没有。没有弃，那就征兵一次，好，请征。二三四五，等一下。他们讨厌贪婪啊！我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就征兵一次。我觉得他恶心，我知道了。对啊。德国贪婪。叫同一个家的要展示给对方看。什么叫同一家？就是都是同一家，都是德川的，不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对，那如果你只交一只，就不用给我看，随便投。这得八个。嗯，你游戏。好，毛利好，好，丢到毛利的地方。好，结束。OK， 好。好，看下回合有没有办法打下那个城。好，那第三回合就一样，先弃牌，弃一半。我们中国没有学的好。先弃一半。向下去走，如果弃两张。对对，弃两张。我弃这两张，然后接着因为城堡不变，所以你抽五张，我抽六张。有。彩虹的金。对。好，接着资源点。上面是有招牌。一个两，对，通常都是步行嘛。对。两个资源点，五、三，是三个资源点，所以你抽两支部队，我抽三支部队。都可以啊，其实对啊，都可以。聪明的，然后你慢慢搞。一二三嘛，我看有没有对啊？你是这个嘛？这个对，是两支，是三支。好，那叫完之后一样，那个第三回合叫价。气部跟什么真的不太好，但是他打三个，但你说好像是放一个人在上面，对，现在反正选一张卡的意思，一个人多一张卡的意思。那选完了之后，中间过程的动作，你可能会对某一个人打打赢。好，开始。只要你出有刀，就赢。好，那你决定谁先？最后都放完之后，就开始猜。我先了。你的伙伴是谁？他每个都乱杀，没有，他不能乱，不可以作弊，他是一个。这样不同道路不能走吗？可以走啊，只是差别能不能多动一步啊。所以这也没有加成。你可以走到这边，然后部队走。小朋友喜欢。他有啊，京都啊，他是首都啊，有加成。角色扮演。是加二。他们喜欢那样。基本是二。那你多走一级道路再加一，但它是次级道路，所以记得没有一级道路再加一。哦，那这样。走两步。可以啊。就基本。移动一个据点。你只要移动一个据点。对啊。嗯。
这个大，这大概我是大学生，还有跟他因为应该非常好。对。好，接着战斗阶段，不同的，不同的那个。好，你就说百八。嗯，对。level 的不同的那个。然后大，你说如果方舟像我们来玩，可以玩这个吗？对。然后呢？要七点哦。要七点。火枪跟骑兵不算哦。等一下，我可以一直移过来，然后加入战斗。你走得到吗？他的意思，你要两个三点，一二三，那你就要抢，你就要七张，要七张牌。对啊。他自己都看不到。基本是一点吧。基本一点，然后。一级刀物再加一级，那你有领导力嘛？所以是两点。那你不走一级刀物，所以是两步，你就两步而已。然后，如果你手都加成是一，就这里领导力，领导力是指这首都加一开始你黄色城堡或者是你的大名，他就让你加一，接着基本是有一步就一嘛，一加一是二，那你走一级刀再加一是三，丢牌。强秦军就是三步，你可以走这两步，但是你要这资源多，那你就得要弃一张牌，强秦军的九刀。哦，好，你可以重复。所以你这两只是经过走到那边玩吗？嗯，然后移一只过去嘛。你叫移一只过去，一只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嗯 ，OK， 那请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那你就这样算。好，首先他大名出阵。我有一个魔法钥匙哎，来。如果有，没事啊，就会应该不用了，你也少跑那么多，没事。然后来，那慢慢算，一二三四，先加四，一二三四五，再加五，过了，过了，那你可以不用出了，因为刚好就一只。那我这只就死。然后你就补一张，我也补一张。例如厉害，你有个闪电暴风雨，那我会看你的。那城堡就是，然后前途一张牌，这张有就会说有，没有就说没有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是百资源点。然后就会说你的肯定哦。再抽一张，然后请记得，这个城堡记得要留一支部队下，只要你一离开，没有部队就返回城市。好 ，OK。因为它会有一些公开资讯。好，那结束了吗？你打下，好打下一个城堡。因为它其实一开始几张牌。弃一张，动两步加造成一次。不然手牌大家都用完了，每个有五个，打不死嘛。这造成不要了。好，动两步，基本一步。然后打完就。所以是两步。补一个，打完就补一个。每个都这样子。然后隔壁可能有六滴。还有一个。然后八分获胜。好啊，爱表这样一样。可以打，看我可以抽到几次。这个，考虑。它就是有，对吧？考虑，因为就是需要的桌子啊，他们家不。我这样，这六只，我只动一步就好。四到五，我考虑好。好。我走这里，抽资源点。好，我结束，那这就发生战斗。目前开各自拿牌。我念我。好，那我先开始。大明出阵。可能在换东西之后，再重构。反正就先都介绍。嗯，我出阵。因为我现在就只有一到两所学校而已。所以，一二三四。你往后热气。一二三四 ，OK， 好，也是四。我跟你一样吗？对，一样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。我想啊，怎么都有联动的，每个会有一些手牌。这就一开始的部队配置就是要想。那就没了，一二三四五而已，十，那还是你。该你的时候是船长，那这么一个船长你要没了，没了，那你对，那你没你喊 pass 就不能说，那就看我表演了。
你目前因为你是站牌方，你要死两只，你有四只嘛？你要不要下去？下船有没有？我都是布置好。人在上面。一二三四。下了船掉。下了船就立马上面的。一二三，还差一只嘛？哦，哦，所以先盯到最后的。一二三四，没有这样。对，但是二十四有可能船就爆了。好，你刚好四只就结束了，所以要死两只。你因为你是战败方，所以一二三四四只全死。接着你杀我一只，每七只才死一只不是吗？对啊，我到二十四。你看这个画框的区域就是，有没有？因为你是战败方，你要多死一只，所以说一二三，你是战败方，就算了算。多死，你原本是死三只嘛，你再败方要再多死一只，是四只啊。对，那我要死一只，然后接着你出几张牌就抽几张，你每死两只再抽一张。然后我要死一只。那如果没有呢？没有就。我说我抽两张再加四张。你刚刚出几张牌？对，出两张嘛，出两张。然后接着你死掉四只再抽两张。然后你这全是四只抽两张，不是是你出几张牌就先抽几张，对，然后你每死两只再抽一张，船长是绝对死，所以总共是四张。船长没有被问全死，那我要死一只，我要死一只。船长话，那你自己提前跳船，不是吗？就是这样。那下一轮提前跳，我接着我抽四张，我抽四张，我抽四张。那我当船长，我是跳船，是这样。这可以训练率，对，你打仗也可以训练率。上一轮，所有上，所有。难道现在要弃牌吗？没有，没手，没有手牌上限，弃牌就刚开始那个时候。好，所以这我打赢了。一场都是这样。你就知道我几乎这五块全都是打赢下来。船长可以跟他讲说，船会爆哦。啊，这支援点。你们要不要跳船哦？这样，那手牌几张？好，那这样我就结束了。然后这个我不打，因为我没牌。对，打真难打。来换你，因为我没牌，我有点想打。二到三轮是每人八张，四到六轮每六。好，那你就小朋友，这五只就几乎都是同一家。就是，比方说轮流不是轮一圈一圈嘛？是啊。那我现在轮一轮，到第二轮的时候我就剩六。强行君子一次哦，就一堆木块要移动的时候，移动之前可以丢一张，就是同一个地点嘛。你要移动一堆木块之前就可以丢一张。比如说，它你拆开两个，你可以说这一堆丢一张，另外一堆移动到别地方再丢一张。啊，如果同一堆丢两张，对，同一堆是指你要移动的那一堆，不是指地点。比如说有这里有五只嘛，你说这三只洞丢一张，这两只移往地方再丢一张，可以。啊，如果集中强行两次不行。不行，只能丢一次。不能强行两次，只能强行一次。所以这游戏最高步数就是四。哦，弃两张。好，那就移动全部可以再叫一次。移动全部。他对他比较早办，是不是？好，移动全部，然后叫一次吧。全部地点都可以动。那个不是，那个是另外七排叫。对啊。好，很准啊。叫一可以叫一次。很准。刚叫的不能。不好收啊。是要拿一个盒子，看可以加排量算。那个请放对，他不能动。原则上要方便学校，他不能动。好，接着所有地点都可以动。然后请记得那个走过道路不能走。下半年后，那个新玩家。这里一个领导。啊哈。所以是两，可以走两步。对。记得留部队下来什么？一步哎，两，要怎么走？好，记得这那两个路不能走啊。那。这个地点动完的，那就换下个地点。这个。龙王们，不这样嘛，这不重叠。嗯，好，两个基本一步好。哦。然后还有，不说地点都可以。换掉。好。
然后请记得你刚刚动的这两个动物就不能再动。好，那这两只，这基本，基本的对，然后基本就两步，因为它是你的城堡，对，然后再加基本，基本两步。六彩。先吧，因为我是首发，应该是没。我们有定啊。没什么战力。还有那个手机。应该你牌没有这么大吧？下。王者神州的。上战锦城可以打这个吗？有这个的牌套吗？要换我吗？这个吗？啊，我移错，我可以移回来吗？因为我看错。好，可以啊。没有，那是这样。再介绍两只，直接两只嘛。好，两只。大，四算。这样这样，一二三。一二三四，先加四，慢慢的。好吧。都会记得。一二三四五，再加五。四。好不好？我没有。这板子不平。这有三个。我觉得蛮。这一只在这里。员工是可以啊。员工就放我吧。那就放一下大烧一层。宝石阵太大了。一二三四。他带他不要去。还是一模一样。换你。有剩三只，拼了。对，火枪攻击嘛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六，好，好，好，介绍一个，主要我会玩的，只差别我看一下，把过上就是电头上大家转转，对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功能，哎，就有好像有成功的加，我打错了，不是这张，这张是那个德川，这张才对。一二三四五加五，十五差一点。哦，我 pass 没得错。啊，所以你十六对十五，因为不是平手，所以是你，所以我死三只，你死两只。每个人都会绑一个。啊，好，记得自己抽牌，然后我就自己死，我死三只。猜数字吗？还是组合？对，猜总。两只。什么叫猜总？好的，不打这东西。加起来的总。所以我死三只，我你死两只，我死两只，他两只抽一张，然后出两张牌再抽两张，对，然后接着因为我死三只，我总共抽四张。那谁知？那没有人知道，总要有裁判嘛。死三只抽两张嘛，死三只抽一张啊，多得忽略，所以我死三只抽一张，我出三张再抽张，总共抽四张。那我们之间，好，那接着怎么样才有乐趣？那我就因为你打我这边，我就要射中。或是主播怎么的？那另外有一个人猜的时候，顺便射中。射中。因为我们三个加起来，然后有让他，好，你这个是承诺他是。哦，变你。然后看到我们就猜。知道了。好，接下来结束了吗？啊，那就换我了，我后动了。我后动了。超于三十。其实玩到后面都基本一定是要弃一张，对，基本都弃一张，弃一张，因为我后动，所以好像蛮好玩的，我终于知道怎么玩了，打就对了。他要怎么打？一步，两步，打算，看这样的，一二三四，你是对，一。
你也是四个支援组，所以没差，不用踩，不用踩他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你剩两只嘛，有一只是一点嘛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首先，我这五个就在这边了。好，首先第一，我决定动二角移，对吧？这个下一次，到了，下一次，角移。有人要交货，有现货是谁？再来交一次。是啊。对啊，如果说有些要交货。这个没有啊，担心。不好意思，不是一打。对，因为就是要。啊，那你再拿到选择的。好。对啊。然后接着。打，我先打这个围城的，啊，就先试试看表演。对，这样。你看缺货，我都订不到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有就订嘛，没有就那个。对。哇，好，所以要现在这两样嘛，其他订货大多，你就拿去求求就。其实我是算刚刚好了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五，好，他死刚刚好，所以注意这圆盘死掉没有？不会抽到你抽吧？他就永久死掉了。好，那我就打下这个城。快点，我拍一下啊！拍一下。接着我抽两张。忘记，还要重跳一次。好，那接着我打。要叫我这边因为打。那我自己做。我先打这里，这个，好，我先，三，换你，一，还是你，没了，那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再出一张就好了，一，还差几点？一二三四点，没有吗？要出牌，没有你随便，反正那个免费你就出一出就好。其实也是，差一个，一二三，三点，这样只能杀你一次。没有吧？你们两个都价位不一样啊。其实我量很少。差一点战力，你有只能杀你一次，所以我被逼的一定要出他。好，所以你没杀死我，那我杀死你两只。好，你可以抽一张牌，没有，你可以抽，因为你刚打，你刚是免费，对，抽一张，我抽这张。所以这两只死的。对，抽一张，然后我再抽三张。如果真的都不好，你可以用，就是它有个洞，就是气体差，对。然后接着来这个打，你要不要退手？因为你有退手。OK， 那就围城。好，那就结束了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接着这局结束之后，我先看城堡，城堡因为你占我这个。然后我占你这个，所以互相抵消，应该是我是五只城堡，你是四只城堡，所以我一样抽六，抽到支援点，一，没有，三，支援点我领先，所以待会我们多抽一个部队，好，请先弃白弃一半，然后你抽五张，我抽六张，八张又是弃四张，想一想，这张弃四，这张弃掉，这张弃掉。这两个七点，然后七四张，七四张，然后说我抽五张，对，我抽六张，因为我控制五个城堡，控制四个城堡。所以那挖角牌怎么用？挖角牌就是等他对方打出牌，部署部队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可以出挖角。那对方要展示刚刚打出的同家会的牌，如果不能出，部队被打。然后
接着，因为我资源点，我是五个资源点，也是三个资源点，我比你多，所以我现在是玩第四回合，所以你抽两只，我抽三只，我抽三只，因为我资源点。OK， 那接着第四回合来那个竞标。